近许久未现身的古天乐，原是身在泰国曼谷拍摄陈木胜新片《扫毒》。在拍摄现场与刘青云、张家辉等认真应付连场枪战戏的同时，也不忘与卢慧光在现场表演真人秀《于己于兵》。这一对活宝为现场带来了不少欢乐气氛。平时看上去沉默寡言的古仔，原来可以很搞怪，与好搭档卢慧光上演掌功破瓶。先前古仔从卢慧光身上学会了一招用手掌巧妙地击破瓶底的伎俩，古仔更活学活用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古仔稳拿手上的玻璃瓶饮料，以适中的掌功力度拍打瓶盖位置，一下子便把完整无缺的瓶底拍打下来，而瓶内的水亦随之流出，让大家一开眼界。一直在旁看好戏的卢慧光也不甘示弱，接力搞气氛，表演铜头功，两人就这样互出招数，在现场像街头漫一般发放笑弹。